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他说丢一枚硬币十次，然后呢看各次的正反，然后设这个样本空间是 S， 而且呢十次当中恰好六次正面的事件呢为一，这样的一个事件吼，因为我们求呢这个样本空间的样本点个数啊，以及呢这一个事件的样本点个数。我们来想一下，这一个样本空间是什么？丢一个硬币十次，看它的这个正反的时候呢，你丢一次就有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正一反。丢了第二次以后呢，有可能是一正一反以后再搭配另外一个一正一反，所以呢你就知道整个样本空间呢其实就是怎么样，二的十次方，对不对？也就是呢这个样本空间里面的样本点数呢是二的十次方，就是有十个正反呢可以互相搭配，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NS，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是1024。那再来呢我们就要问咯，诶，那这个事件呢在这十次当中，如果恰好六次正面的事件是一的话，这一个事件里面的样本点个数是多少呢？我们就想啦，就好像是这里有十个位置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们这样子画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从第一个位置到第十个位置当中，我要选某六个位置啊，比如说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选某六个位置呢当做正面，所以呢就是十个位置当中选六个当做正面， OK， 那其他就是反面，那这样子就是它的事件的这个样本点个数咯。 C10 取4我们也可以写为 C10 取6我们可以写为 C10 取4，所以呢10乘9乘8乘7分之4乘3乘2乘1约分一下，好，这里呢8约掉了，3呢跟9约掉剩3，所以呢3721再乘10是210， OK， 所以呢这个是 NS， 这边呢则是 N1 的部分。好，这边再次的偷偷讲一下，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他要问你说十次当中六次正面的几率为何的时候，丢一枚硬币十次，然后呢我刚刚好六次正面的几率就要怎么算呢，就是 P1 啦， OK， P1 呢因为这个每一个样本空间里面的样本点它的出现的几率都是一样的， OK， 出现的几率都会是一样，这个什么硬币，假设它是一个公正的硬币的话，所以我们在算这个几率的时候就会变成是N1 啊，不是 NS， N1 除以 NS 啊，答案呢就会是210除以1024。这边呢我就不再去做进一步的处理，这边是先给大家感觉，当我们去算样本点个数，当我们去算样本空间的样本点个数，当我们去算呢事件的样本点个数的时候，我们在为接下来的几率呢做预备。